出道近三年，张晶十二月四号首度在香港举办正正出轨音乐会，33000人的场地，一切可都是以演唱会的规格来打造，包括服装造型都有突破以往的大胆尝试。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挤爆会场之余，也在云晶以另类优雅白纱装登台时，就立刻大声欢呼，气氛瞬间沸腾。的云晶特别向师姐 Elva 致敬，在音乐会上将潇洒小姐改编成摇滚版，大声宣示自己的音乐态度，也在造型上向 Elva 的时尚百变看齐，破天荒穿着中空露肚装现身，展现腹肌锻炼的成果，也让歌迷直呼好性感。生平第一场大型售票音乐会，张晶认真筹备长达3个月，积极健身练唱，连节目流程的编排和曲目都提供不少想法，一会飙吉他，一会弹钢琴，还选唱不少对他别具意义的歌，给歌迷一番惊喜，可说是诚意十足。我曾经分更多飞来，只买了一部电影，脑海中每天收集最文艺的天黑，有过冬季雪中心情，有过冷战原是回忆，其实你爱遇上是场戏，去年过你话语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再唱了吧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悲喜，说不出旅行的秘密。知道我练很久吗？练很久还不一定弹得好哦，但是我会加油的。加油！你喊多少条？你的话好像一个日子，哽住我暗暗生出歇斯。就全都停止，回顾这一切，从哪啊？等一下，我觉得问题出在麦克风没放好。是一个日子，
己的房门，却不想诉说，去到风就变好了。这世界太多梦都会被寂寞，勇敢才能快乐。有些伤只会不舍得。自唱博得了满堂彩，而在演唱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《黑裙子》时，他更是忍不住哽咽。终于圆梦，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，难怪感性的云金会激动落泪。而这场音乐会不止台湾亲友和歌迷组团来帮他加油打气，师兄 Lollipop F 更是挺到底，除了自编自导自演一段搞笑的哭搜影片在现场播放，让云金笑弯了腰，还派出同样热爱摇滚的小玉担任嘉宾，掀起另一波高潮。香港挑战3000人场地举办售票歌唱，反应非常热烈，也让他更有信心未来进军红磡甚至小巨蛋。而全场被他昵称为爱人的粉丝们肯定也会继续支持他啦。完成了整理报道。